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，像是君父强娶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佞臣残害忠良，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。康公十九年，知府采邑中的一簇剑光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帷幕。妹妹快醒过来。阿慈，父亲气息奄奄，恐怕时日无多了，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，吾儿从不出嫁，父亲他……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，凭你我之力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不甘心。快去大殿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，如今大胆，是谁的命令竟敢阻我见父王？啊，王姬请息怒，天侯这一切也是为了吴王。天侯这是要造反吗？天侯有令，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。佩剑刺在王上的身上。
不可能，我竟然杀了父亲。阿紫，我做了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阿紫已经被田师带走，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。哎，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是王姬大人。住口！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，这也是父亲的东西。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。王姬大人，您可不能啊！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？王姬大人带走了王上的陪葬品。这里，阿紫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杀的明明是吞噬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父亲呢？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，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，你快走吧。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，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应该能很快逃脱。要记住，活着，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。来人呐，射箭！屋顶上的逃犯，不管是谁，不准！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，我跟你走。Thank you.
春秋时期，齐国晏婴曾预言齐政足归田氏，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，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康公十八年，齐王姬即将背负弑父嫌疑，长公主舒姜也沦为田和之志。舒姜劝其妹求生以图来日，仓皇出逃中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，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。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，广发通缉，令曰格杀勿论。即将在逃，田和恐生变数，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。世人愚钝，或不明就里，或已归于田氏，即将投靠无门，山穷水尽。临淄城外的荆棘林被视为不祥禁地，追兵轻易不敢擅入，生怕惊扰鬼神，祸及己身。即将暂时得以喘息。